封道了，所以呢这一段路其实都是比较拥堵的。当时呢就是有一辆汽车左转的时候跟一辆摩托车直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碰撞，因为当时他也是人呢后来进抢救以后就当天就死亡。小轿车的车主目前在我们公安机关的控制当中，他其实没什么受伤，责任认定还没有出来，我们还在调查取证当中。